我们今天还要探班的剧组就是黄金瞳喽。嗨，一心哎，一个网友粉丝单吗？怎么了？那在剧中会有感情戏吗？这个好像。今天我们来了，其实是有一个任务来的，通过他传递一个吻给你。嗯。你这个萝卜是不是你在每拍哪一个戏都带着它？而且现在、就是、没有没有，这就暖手袋而已。对，萝卜嘛，萝卜稍微感觉就是朝气蓬勃一点。你们吃饭了吗？我们现在还没来得及吃，因为我早上吃了，现在正好是放饭的时间。没事，你小心别感冒了。你看你耳朵都冻红了，天哪！因为确实啊，今天剧组真的是太冷了。这还不算最冷的，最冷的时候真的是不穿棉裤都不行了，那脚都冻冰了，就是有点水，直接把袜子脱掉的时候都已经结冰了。然后我刚刚听到一件事，我特别觉得很不开心啊，就是感觉被遗弃了。就是在我们来之前，好像有一些人已经在您的车上，然后听到的你的新歌。哦，这个福利我就这么错过了。是不是很快就有你的新歌大家可以听到了？对，我但是现在就是整个其实包括刚刚听的那首歌，虽然是还感觉还不错，但还一直在里面修改，但是、还是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就是还是吸收的营养吸收不够，还要多吸收营养。对、那大概这个歌会什么时候上呢？这真的不好说，反正今年肯定会有一张专辑。今年必须会有。那它的风格会跟之前的那张专辑会有一些区别？不会不会不会，肯定会有区别的。每一次我的专辑都会不一样的。其实它的曲风会有一些变换，但是百变不离其中的就是它的和没有变，就是张艺兴做的音乐就是还是那样。好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希望你们喜欢，谢谢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